察爾科齊今日前往法國西南部城鎮布萊克斯視察，在圍欄後面接受群眾的歡迎，並同企在圍欄後面的民眾逐一握手。突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扯住他件衣服，令薩爾科齊失去平衡，身體傾斜，差點跌倒。之後薩爾科齊迅速企穩，而他身邊的保鏢亦都迅速制服這名斗膽出手的人。目前還未清楚這名男子的身份，亦都不清楚為何他要拔住薩爾科齊件衣服。警方之後表示已經將這名男子拘押，而法國總統辦公室目前還未對事件給予評論。